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。乒乓球 T 联赛个人赛激战正酣，北京时间8月14日上午，女子单打的决赛名单正式出炉。在两大奥运主力伊藤美诚、石川佳纯出局后，被视为夺冠两大热门的平野美宇、早田希娜发挥稳定，分别以4-1和4-0的大比分淘汰大黑马织田沙纪、18岁天才小将木原美优晋级。接下来冠军就将在这两位国乒劲敌之间产生，而最近平野美宇、早田希娜两次交手的结果是各一胜一负。不过从比赛场面上看，早田希娜明显更占优，所以世界冠军能否笑到最后仍存在疑问，现在不好预测。平野美宇、早田希娜都出生于2000年，与伊藤美诚也出生于2000年，一起并称为日本女乒三大新星。前者曾夺得世界冠军、亚洲冠军、全国冠军，后者拿过亚洲冠军、全国冠军。论过往成绩，平野美宇更胜一筹，论最近几年的状态，早田希娜明显更强。织田沙纪是本次比赛的大黑马，连续打败长崎美佑、伊藤美诚晋级，以前还赢过朱雨玲，属于典型的有战绩无成绩的隐藏高手。而木原美优14岁时就打进了日本全国锦标赛女单决赛的天才小将，此外还赢过平野美宇、伊藤美诚，但和早田希娜的战绩不佳，今天凶多吉少。半决赛开始后，织田沙纪果然出手不凡，第一局就和平野美宇打得不可开交，但对方毕竟是世界冠军名将，随即以12-10险胜，拔得头筹。第二局平野美宇再接再厉，又以11-6再次拿下，大比分2-0领先。第三局织田沙纪开始发力，结果轰出了一个11-2的比分，扳回一城。不过第四局平野美宇迅速夺回了场上的主动权，随即以11-5将对手逼入绝境。第五局平野美宇不再给织田沙纪机会，最终以11-8锁定胜利，大比分4-1晋级，即将冲击冠军。至于早田希娜与木原美优之战则显得比较平淡，第一局早田希娜11-2就完全吊打了对方，第二局早田希娜又是11-7比较轻松的拿下。第三局木原美优再次开局不断落后，结果被早田希娜11-4拿下。第四局早田希娜稳住阵地，11-9笑到最后，大比分4-0横扫木原美优晋级。接下来的决赛之战，平野美宇、早田希娜各有所长，前者速度更快，后者力量更大，但总的来说，身材高大的早田希娜的攻防体系更加全面，而短小精悍的平野美宇只能进攻，防守不行，所以相对来说处于劣势，但谁能最终登顶成王，悬念仍然存在，具体结果如何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，点赞和订阅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，谢谢大家，下期节目见。